家晚安，我是廖姐。谢谢大家这么晚了还跟我一样充满了热情。那我承认我很机车，很难搞，所以我这一届是我最满意的，我的协力单位那个二马，还有所有的工作同仁，除了谢谢我的同仁之外，我要谢谢所有的协作单位，谢谢你们。再来就是大家知道时候到，如果明年还要来的话，要票的话，没有热烈掌声就不用来了 ，OK？ 好，我们先谢谢文化部的对游行乐的支持啊，谢谢，尤其非常照顾 HitFM 的流行乐吧，好，再来掌声鼓励 Toyota 优质企业。5G 生活不能没有你的中华电信，还有个年轻人青年智产景都建设，谢谢你们。对，好，那我来接讲咯。对，我今天要假公济私一下，待会两个接讲先生，一个是子毅，一个是我干儿子张小 Q， 从生出来就认识到现在，他的妈妈在我的公司，所以我跟大家特别请大家多多照顾，谢谢。好，2024 HIDO 流行音乐奖 HIDO 女歌手杨乃文，恭喜恭喜乃文获得我们的 HIDO 女歌手。谢谢 HIDO FM，然后谢谢所有的歌迷，谢谢我的唱片公司雅神音乐，谢谢所有有参与 Flow 这张专辑的音乐人以及工作人员，谢谢。谢谢哦。接下来这位有意思了，2024 HIDO 流行乐奖，我的女婿萧敬腾。恭喜老萧，萧敬腾。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个奖项 HIDO 男歌手，谢谢，我又来了，然后非常非常感谢 HIDO， 感谢 HIDFM， 感谢廖姐，终于可以当面谢谢你，然后谢谢洪老大，谢谢在场的所有的爱音乐的朋友，还有电视机前面的朋友，还有我的歌迷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，我会继续努力，祝大家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、美丽的夜晚，拜拜。